萨瓦迪卡，我是演员陈若瑄。这次在曼谷很高兴能够来到创造营亚洲录制现场，在这里我看到了非常多独特多元且充满魅力的舞台，选手们的表演非常值得期待，请大家每周六晚上曼谷时间9:30锁定 VTV 关注创 ASA， 并为你支持的选手们应援加油哦。